300分不也就吃一把鸡40，三把鸡、四把鸡、四把鸡就差不多了。四把鸡，我靠，四把鸡，这有点难吧？四把鸡，我靠，难度太大了。行，干了，就要杯咖啡。咖啡。现在我要思这个注意力集中了，要思考了啊！不跟你们瞎扯淡了。我马都得上分，我不求吃鸡，但我必须得上分。这原计划怎么打？装备怎么打？稍纵即逝，速战速决。这原计划怎么打？女产，我都想打杰斯了，想打男团了。全是对着，好烦，好烦，全是对着，这一个二星都没有啊，这么难受。还好遇到这条毒蛇，感谢罗塞尔古斯塔夫的飞机，这叫毒蛇，这也能赢。都遇到这个赌的了啊！遇到赌的了，他们要卖血。一二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差不多吧，给他上装备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行，杰森。
这个的话呢，全套有没有？没有。魔都无尽啊，魔都无尽这个科技枪的刀妹也行，但是你得有无尽配科技枪的还好一点。好像不太好搞，不太好搞。说实话，不太好搞，不太好搞。能不能先在没有碰到对子之前啊，能不能先打一手连胜啊，靠小西方的替换看能不能打不连胜。这个皇子二星的话肯定是要比这个顶一点，但是呢，但是呢，我哎呀全是对子，这个好烦。看一下质量啊，这家我应该打不过吧，这家。这把遇到个哇，这把遇到个怂一点的就舒服了。这把遇到个怂一点的，我连胜就保住了。能不能遇到怂一点的？怂一点的来一个好吧 ？Nice， 够怂。这个够怂。你赶快给我把这个这几个都堆起来，真的，啊，这几个不堆起来好烦的，一对两对三对四对，五对啊，这个没有，一对两对三对四对四对，赶快提二星，啊，来了个我最不想要的波比，但你也得拿，这肯定是丢了啊，这重装，这重装的话，想一下啊。三元咱们不打了吗？三重装肯定不行啊。下这的话扫个海盗，扫海盗拿这个补。控了个波比。能这样，三元两重两枪两偷，这三星螳螂好像有点猛，不过我这波有个复活甲的男枪，原计划打不了了，原计划打不了了，没无尽，没无尽打不了了，没爆无尽啊，爆了复活甲和红 buff， 这个为什么要给我问号？
快，再劈一块，好，还不错。刀妹来了，但是我这把打刀妹的装备太差了，装备打不了刀妹，这装备打不了刀妹，真打不了。这打刀妹的话，糊了都没用啊，糊了都没用，都没伤害，糊了都没伤害，完了。我现在有个无尽的话，这把原剧号就糊了啊！我一把无尽就可以打，但是我前面保连胜不能去留，留的话你全套也拿不到。我现在名次比较高，也拿不到全套，他没爆全套你就打不了了。爆了全套，这把原剧号肯定是糊了啊，肯定糊了。以这种血量的话，艾克肯定是挺得到。刀妹打工不行啊，你输出不够啊，打到后面输出不够了。你像这种你肯定拿不到，肯定拿不到的，全套你也拿不到。你看到吗？你等等不了，你等就肯定没了，肯定炸了，知道吧？等是肯定炸，这种不用想的，你想都不用想，铁定炸。我头疼，拿个冰心也没拿到啊，那就拿这个吧，那只能拿这个，只剩个腰带。打不了他就打不了，你不要想太多，知道吧？不要想太多，不靠谱。哇，这金克斯太猛了！哇，这输的好气啊！这输的，这连胜被断的，补偿我一下了，补偿我一下，啊！准备好了吗？他来了！哎，这把能打四偷，啊，这把能打四偷，能打能打。这把有复活甲，四枪暂时不上，这个质量就不上。四偷倒是可以，刚才我要是金克斯我也赢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家选秀选了个金克斯，我打不动，一星螺旋打不动，一个金克斯就不一样了。女枪换刀妹啊，不能换。女枪换刀妹你就没得破法了，没得原计划了，刀妹不能换。你要动，这几个就要一起动，你一拆就全拆。啊，你要想啊，这三个是连在一块的，这三个连在一块，原计划加这个双重装，这边跟这边连，你可以不要破法，但你原计划要不要，对吧？这个你拆牌的时候思路要清晰。像这种，这个就不要想了，不要想了啊。不要想了，这不要想了，这个装备就不用想了。帽子，帽子，鬼书，
一次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原计划打不了。你不要觉得我来个艾克我就能打，打不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个无尽，你后面得去找。你看我这个石头多舒服，你开玩笑，你打原计划你不刮皮吗？你石头多舒服。石头他不香啊，打不了的，那个是打不了的。你现在偷装备了，这跟你开玩笑。你现在就进入偷装备阶段了是什么概念？哦，怎么没什么都没偷到？你现在就偷装备那是什么概念，你懂吗？很恐怖的。一下质量就行了。我现在需要一个这个，这个来收割，这个打爆发。哎，我靠，怎么还没收啊？你看，这开玩笑，这把就稳了呀。你这个装备不停的在加，什么概念？每个人都有装备，对不对？很恐怖。不要急，现在你不能去动他们，不要为了发装备去动他们，动他们质量掉的太多了，要崩的，你再把质量提上来再说，质量不提上来不能动。现在我给金克斯找一个防装，但没有防装，我得偷，没有护甲，我只能偷了。船长的装备已经破费了。船长的装备已经完美了，就不急了，还有个离子火花等着他。他们选错了对手，他就不要防御装了吧。质量有点低，得赶快递。没有人可以逃脱。砍断他们的骨。偷装备喽！再来个什么呢？随便吧。其实现在偷什么物，来个爆破吧，来个金铲铲，来个金铲铲是最舒服。觉得走运吗？现在提质量，把金克斯找出来。这个质量提上去就猛了。这个马上三星了，咱们可以拉酒了，这把可以拉酒了，别吃了。男枪应该是追不了，男枪二星就够了，这个肯定是二三星了。
现在就要偷装备。哎，什么都没偷到，什么都没偷到。现在可以，这个质量呢，可以稍微的等一等了。如果尼克不用的话，还得再滴，啊，还得再滴。这质量我们现在不能掉血，啊，不能掉血，要保容错率。后面一旦他们没打好，你还有挽救的机会。看爆什么？我们还有很多装备，这把是战力饼星系啊。我们这把追一个三星猴子，三星诺手，三星的杰斯，主追猴子啊，主追猴子，咱们给猴子搞装备。这个肯定是三星了，不用想了啊。尼克来了。啊，冰心给猴子。青羽的话就不出了啊，金克斯满装了，冰心给猴子。嗯，羊刀什么的没有用，咱们这个可以留着。哦，杰斯也能追一追啊，也能追一追。杰斯也能追一追，咱们看一下啊。龙王的装备不急吧，龙王的装备不管，先不管。法爆可以给他，可以给他，他三星了啊，有资格拿，有资格拿。我们还在偷呢，啊，还在偷呢，可以呢。怎么关了？怎么讲？啊？哎，我就不能运气好吗？我每把都要运气差吗？对吧？你看大剑他就来了。哎呦我靠！被血洗了这个。哎呦！我靠，被一个二星女枪洗了，这个角度还好，偷了个大剑啊，偷了个大剑。我们这把提升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啊，非常之大。哎呦，刺客好多，咱们靠这个血量还能。还能搞一搞啊，血多。血多。哎呀，刺客刀妹，别突我这个就行。别突我的，我没防御装的。啊，可以突这个杰斯。我船长呢？哎，我怎么被吹了？被吹了，把它放下来。56滴血，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。这把我们要观察外面的站位。第一家很猛，这家打过了，吹了我一波。破法没事啊，我们有没破法，偷装备来，偷一个金铲铲很舒服，能不能再偷个金铲铲什么的？敲，哦，这金铲铣你出不了啊，出不了东西，出不了东西就放在这里，再偷一次，看他个几波再说。这个可以拿啊，这个拿了可以。马上要那个了，炽天使帽子、雷子、吹吹科技都行。那我们肯定是拿这个，因为这个我快三了啊。那咱们肯定拿这个。那我现在八人口的话呢，可以其实可以去找一下了。我把这两个找出来，我把这两个找出来，稳一点，稳一点再拉九。现在拉九的话可能要掉血，我现在把这几个找出来再说啊，也是可以的，毕竟他们是三块钱卡。
啊，你顺便递船长什么的，船长现在来不来无所谓了，来不来无所谓了。讲道理，这几波太垮了，弟弟，就踢了一个三星诺水，这个没找到，完了，没钱了，金铲铲，可以，那我们不需要上人口。嗯，这几波踢的，说实话，不舒服，啊，不舒服，没踢出来，我得把它找出来，再找一只就行。再找一只，咱们应该先吃水了。是我们开始行动了，算了，能不能把所有颜色都用上。号角哎已经响，哎，过分啊，就我差一个，我就用这个了，锤死也没有啊！我找个锤死也好，猴子也好，啥都没嘛。复活甲有用，青羽和杀人剑的话没什么用。不是，我现在多滴滴看，我看能滴到谁，我滴到他我就给船长，我滴到船长我就啊我就给他，是吧？那这波的话不等了，这波血太少了，我最后再滴一手了。最后在第一手，不出的话我必须得用了。这咱们把它卖了吧，这不追了，算了吧。剁碎他们的骨头。这个他呢有资格吃。青羽讲道理没啥用，杀人剑没啥用，船长没开大吗？还是没给。哎呀，早知道给他了啊！其实我现在不追他了，把他卖了给他也行，但是以我现在的血量的话没必要那么着急啊，没必要那么着急，这装备给的太丑了，这个都是给的成装，没办法啊，成装没办法。锤石到现在应该没找到，他不是三星大眼怪的话呢，我们倒不是很虚。好，来了个复活甲，不错，来了个爬爬虫，不错。来了个金铲铲，不错。好，这样的话呢先把复活甲给他。哦，装备圣盾没用啊，爬爬虫可以给。杰斯，杰斯，我能把所有颜色都用上。打他家，换过来。打的是镜像，没关系。
大剑，大剑，大剑没得出啊！现在来一点冰心什么的比较好。这杰斯还不出，有没有杰斯了？那咱们再上一个这个吧。吹风，他会拿吹风吹我，我可不要金铲铲，你别动我好吧。这杰斯杰斯他不来，把他的螳螂吹起来，这样的话他螳螂落地没什么输出了。怎么的了？还是没追到，还是没追到啊。